刚刚有人说这个孙仲仪是设计对方的，这判断完全错误，错了一塌糊涂。嗯，又不是他开宾士车接他，又不是他请他吃饭，嗯，对方又不是很有钱，嗯，了解我的意思吧？他可能欣赏他的才气，交往多久不一定。是男的开叉五去接他，请他吃好的，住高级宾馆的，嗯，他是一时之旅的一时意乱情迷的，所以一种执着判断的错误，也许对别人没有。张老师讲的这一点哦，因为刚刚温斯大哥只说可能有这样的可能性，是因为最近整个孙仲仪的事情发生之后，就有人提说他以前在广告公司的时候，曾经有过一段是一个姓钱的主管，然后那个主管呢，他一直希望说，一直告诉他说我要离婚要离婚，就后来呢没有离婚，他才把他的资料PO到就是丢出来公开，那闹到后来那个男方离婚了，就说是有过这一段，所以你会认为说，哎，如果吴宇森真的意乱情迷，因为最近哦，我就一直在观察一个现象，就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在吴宇森的心里头，老婆生气了，女朋友被媒体追杀了，那他会比较担心哪一边？那有一天，当然是担心他自己啊。没有，我告诉你，担心他自己之外哦，有一天媒体说，哎，他我不知道是哪一台说他跟他见面。我想说，如果他在这五天闭关期间，如果他去跟孙小姐见面，比较呵护他，担心说爸爸妈妈会不会，因为他跟爸爸妈妈住嘛，就如果他要担心这个 Rebecca 的话，那就很有可能了。我觉得不会。我觉得是，假如我是 Rebecca 的话，我会心碎了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你怎么会跟我讲说你是一时的意乱情迷？对，我要是罗贝卡的话，我一定心碎。而且如果第二天、第三天每天关心他、每天呵护他，真的会心碎。陈仲谋这个是设计的，为什么？你看那个吴谷啊，他是司法院副院长兼大法官，从台北市他去接他到吴谷，他走的是什么？他走的是忠孝桥。忠孝桥过去，你要到吴谷，你还在延伸从三重下去，再上高架桥才会到。五谷那个工业区的 motel， 哦，然后你说你这个肚子痛，问题在于说国仔队不是只有一辆车跟呢，听说是三五辆跟在后面，表示呢已经知道说你已经落入圈套了，所以一直在后面跟，所以跟到里面，甚至于在里面的饭那个 motel 里面都已经长镜头等着在拍了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对，他有拍到什么吗？但房间里面没有，但是他们退房之后有进去拍啊。这个拉肚子拉了多久？这个拉多久其次了，不过有人说这个拉肚子，我们就吉普赛嘛，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这个。但是我觉得王美心是吉普赛型，像陈仲谋这么书读的那么好，在李登辉身边啊，出各种计策谋略、国家大事的人，这么容易就被人家算计，那真是很危险。Ridiculous！ 而且我后来哦，去把那个就王小姐的资料，然后呢，透过司法院的网站，我就查给那个陈仲谋说，你知不知道他用过什么名字？然后呢，他也改过用过什么笔名？然后搞过什么事情？以前在生物医药。了解做过什么，然后有什么作证纠纷，他说他都不知道，他竟然都不知道。不过他也因此丢了一个官嘛，对不对？丢官了。那吴宇森是里面这个讲话最直接的，你们就是你们想象那样子 ，OK 啊。那吴文清哈也是在，他是不讲，他是不能讲话了，没办法讲话了 ，OK， 没办法讲话了。那大饼呢也是啊，这个已经有人爆料，对不对啊？才能够抓得到。就目前为止来看的话，大饼虽然在台湾已经演艺世界大概已经挂掉了，赵建明有在大陆的，他在大陆又起来，没有，他是交保出来以后，赵建明交保出来以后去洗澡，因为台湾人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说你从那个地方出来了要去煤气，那是正常嘛，对不对？算是正，他是正常的，只是他刚好也选了那一家就对了。OK， 好，名气大啦。陈仲模 ，OK， 好。王世坚呢？人家是干嘛？办公？全民服务。他的说法是说选民服务，后来他也承认，后来因为有人出来，比如说那时候是张伟金嘛，说跟他一起做录音带，后来一年以后张伟金又出来说没有这回事什么的，那之后王世坚那件事情又出了，他也有承认，他虽然不像那个吴宇森说在第一时间就承认，但在后来说他也承认。那个事件对他的政治有没有影响？那个时候坦白讲，我觉得在他的选区其实影响不是那么大，但是因为他那个选区刚好遇到谁，遇到周守训，再加上那个时候同党的人也有出来脱党参选，就把他拉掉了。那台湾最大的桃花窟其实不是这个旅馆，对，是立法院的。没有，这是大家认为立法院是桃花窟，我并不是这么认为，但是我们要求证，所以我们昨天当了这个迷你的狗仔队去稍微了解一下这个
立法院的正门进去有三个门，以风水上讲认为是对口上。那有人建议他放屏风，放屏风可以放在之后，不要放在中间。他放到中间之后放了个镜子，镜子里面又变成三个门，变成五个门，门，制造了更危机的对口上。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参考建议，不代表绝对啊。其实就是说，你看这个不代表绝对，你讲什么？因为有人有不同的声音，我们要稍微要科学一点，比较理性一点。其实就是他们中央大楼到他们的浴场，走经过一个必经的一个道路的侧门，是叫做棺材煞。为什么像棺材一样的嘛？哦，那个盖子。对，那盖子哈。那中国人说有形就有煞，煞有听闻这个味煞、听煞跟形煞，眼睛看到的就不舒服嘛。你说，那你也可以说是蛋挞，那我高兴怎么讲的，你高兴就好了。但它确实是个棺材煞，它像瑞士卷的上半部，对嘛 ？OK 嘛？那我们这样进出，哎，我每次都进出这个门呢，那这样是 OK 吗？那佛心看人，人人是佛；鬼心看人人是鬼。你心中有棺材，你看它就是棺材，这样可以接受吧？可是照你这样讲的话，以前审议会也没这些东西，可是审议会那煞气有三百多种，比立法院更大。煞气有三百多种，听我讲，换了个造型也是一个盖子也煞呀，也可以弄成平的啊，透明的啊。这很多选择啊。我也没有跑过审议会，审议会那个没关系，审议会去过。等一下你们可以来做一个研究。那本身这个叫做我们说人有前途，房子有前景，大门出去就是我们的前景。那以前没有这个儿童医院，我们说前景看出去远山，如果是草花草茂密的，树林茂密叫富山。高一寸为山，低一寸为水。那大楼也是山的意思。如果看出去是贫民窟的话，叫做穷山。这个是儿童医院，儿童很可怜。我们不是讲的不对，只是说出去看的是病人、病山。这对风水上来说也是一个减分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就它发生的事情，我们来研究，以观众朋友作为一个借镜。你看这个吴医生的这个门，我当然不能进去啊，没这个福分进去啊。为什么外面有花？大家有人支持他，鼓励加油，鼓励他什么？不是，不是我送的，是你送的，不是哈。它这个是门哦，我们客厅的门看出去，客厅门看出去，这是二馆，二馆里面有五个委员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发生很多。二馆的外围是屋小树大，很阴，应该改成院长的纪念馆比较好一点。对，啊，因为全部的委员都在七八十个都在中心大楼。这个门，它门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碍，它是在楼梯的后面的一个小房间，是一个阴暗的小房间。出门见窗，四发东窗。因为窗为眼，门为口。我们把向宅如向人，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你一个门看出去，我现在发现看别人窗真的，李庆安也是在二馆。对呀、啊，还有很多，还有，真的不好。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某委员，我不敢多说了哈。出门见刀必刀。这个委员也是。最近也是有一些多多少少一些事情，我们看这个不是讲他不好，是希望他能够修正。这是男委员、女委员、女委员、许姓委员。他本身这个也是，他有两个门，因为现在的委员有没有哈？以前是人数200多个，现在100多个，变两个办公室合成一个办公室。他把两个门，很多人都封掉一个门。他这个没有封，这个许姓委员没有封的情况之下，会有回风煞。那人丁不旺啦，可能助理不好请啦，或者是选举有失利的情况之下。还有这个就是出门见刀，你要知道哦，立法院的委员的办公室跟维格一样，每一个造型都不一样的。对，那随他们自己啦，随主要装潢，所以说他每个人心性啦，家里面的摆设是一个卦象。这是哪里不好？出门见柱啊。出门见柱，血流如注。大家比较好记啊。这个是男的女的？也是一个男的。他有血流如注吗？就选举不好啦，屡屡受挫啦，或是非多都是一样。那还是选上啊？不是，他是后来这个位置不适合他。事情发生的来前后，我们再论嘛，好不好？先讲这个，就是我们说的高金素梅的。本来他的前庭是开阔的，就像参拜道一样的。但人家一样是两个办公室的前庭，有没有哈？这是光亮的。那这个是暗的。当然我们不是讲高金素梅不好，他左边是龙边有厕所。出门见厕。不要说破财难测了，出门为口嘛，出门就是一个。这个就比较亮，当然啦，而且干净。这个立委的厉害了，他有穿堂风，他自己会比一下，也会摆一下，格局方正，做很好的摆设。我们不要说阳宅一定会造成什么，是因为这个人有灾难才会选择这个阳宅。不要把他本末倒置的。老师，你说什么床向门就一定死人？不是，是人快死才会选那样的格局。把它搞清楚这逻辑科学的观念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。左青龙右白虎，这个立委的左边，你客厅看出去，左边是很多的书，增加龙边的智慧，使他龙高高在上，使他更能够稳定的地位。所以这个风水还很好玩，是去印证
会发生事情的。这个要这个这样不准，必须那个那些委员搬走，我们换另外一批新的进去，对不对哈？然后看看他们三年之内会不会。反正我觉得二管不太好了，二管要小心了。詹老师大概不知道，以前立法院是一所学校，对，三高女，是一个女校，第三女高。然后它的正对面啊，儿童医院的前身是什么？你大概也不知道。对，它是停尸间。哦。台大医院啊，以前台大医院往生的都是集中在那里。他那边不是还有个烟囱吗？对，烧什么的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到此先告一个段落。那么刚才其实佩芬姐讲了，人在功成名就的时候，难免就会追求更多的东西，对不对哈？但你在追求的那个过程当中，你除了成全自己之外，你一定要想一个事情，你有没有因为成全自己而糟蹋了别人？对不对哈？我觉得这样的成全真的不叫成全。谢谢您的收看，祝您晚安。